真耶稣教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一节，保罗甲西拉以及提摩太写批予帖撒罗尼迦伫神咱的父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因会平安对父神甲主耶稣基督归伫恁。三节，兄弟啊，阮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恁的信心格外壮大，各恁众人大家三听的心也拢充足，至到阮伫神的达教会里为恁来夸口，拢因为恁伫所受一切逼迫患难中，依然存忍耐甲信心。这就是神公义判断明的证据，予恁通算作配得神的国。恁就是为着这个国受苦。六节，神既然是公义的，就要将患难报应遐个加患难予恁的人，也要予恁正受患难的人，甲阮同得到平安。彼时，主耶稣甲伊有关联的天使，对天地火焰中显现的时，来报应遐唔捌神、甲遐唔顺服咱的主耶稣福音的人，因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甲伊关联的荣耀。这当主降临，要伫伊圣徒身上得到荣耀，搁伫一切信的人身上显做稀奇的迄日，愿对恁做的见证。恁也信啦。十一节，为着安尼，阮也为恁祈祷，愿咱的神看恁会堪得地所受的调，搁用大关联成就恁一切所羡慕的良善，甲一切对信心所做的工，予咱的主耶稣的名伫恁的身上得到荣耀，恁也伫伊的身上得到荣耀。拢接着咱的神，甲主耶稣基督的恩。